在我身边，我却一直没发现。男星居牛加入三立台剧一家团员表现亮眼，一开始除了饰演麦林古塔业务外，下班后还在宫庙服务，还是一名太子爷的机身，和女星夏雨欣有许多对手戏。夕阳，我一定来参加你。是你，这家公司，你没带来，是你，你没眼睛，是你，你没带来。Gino 虽然近期转战三立大戏天道剧组，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拍摄一家团员，但自己还是有在关注。11日还在捷运上目睹一位女乘客正在用手机看一家团员，让她忍不住偷偷拍下来。在我身边，我却一直没发现。影片一出，许多网友纷纷留言直呼，这位妹妹看得太入神了，自在哥就在身边，那女孩太幸运了。我要大家陪我下水。 OK， 我不要自己下水，我要用眼睛陪你下水。你这两个超可爱的，身心灵都得到另外一个成长。是记得在那边帮我挡一下。好，我现对兄妹在自拍，我在直播，因为我要大家陪我下水。OK， 我不要自己下水，我用眼睛陪你下水。以两位多年八天党的经验，你们下水过几次？韩流来的，韩流来的，六星哥应该无数次吧？我下水起码二十次以上，二十次，对，最高纪录四个月跳八次水，一年半月跳一次，超过五次，也五次，超过五次。寒流魔咒，对不对？对，越冷越。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冷？其实我们这一场其实早就可以拍。对，一定要挑一个最冷的这一天才能。上礼拜二剧本就出了。上面有太阳。应该就是我有得罪到。新陈代谢活动比较。这两个超可爱的，大家不要看别人反派，我到狗之夜了。对。接下来用那个外力促进新陈代谢，会让自己的那个身心灵都得到另外一个成长。在你中间找到自己的空间，而且生活在这个地球。乍听之下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仔细一想，不够，当然不够。不错，进来看直播还可以看佑星哥开戏。好，准备换我要下水了。那边有没有指导？小车，然后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说这边下去有没有？叫动桥的。金导，哎，先拍你一个这个来。好，镜头拆一下就来。我来准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我是超华，鹏哥，我到这边就出了吗？对，一个人在那边帮我挡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有森哥监控吗？没有。他的监控吗？不知道在哪里。我不用。那个他的位置会在这啊？多一点吧，我这样跳下去就撞到啊。你的目标是我，你就是叫我去跟大家大讲，钱是你退走的。你怕他对付你对吗？你有材料就针对我来啊。雪莉，现在我要说什么？所在这次我要算到三，其他的话回去再说。一两三。没事，跳下来啦！我才拄结婚诶！来，真可惜，你敢会当去地下做你的新娘啊？各位，
陪我的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总裁，咱一定有枪声。我唔知影，我听讲是公平甲警察来啊，来讲话惊我掉。你别抬都抬我，你别伤害总裁。妈，你到底什么人？一心。我不可能帮手，我敢不跟你做伙死，也不可能帮。以后不要帮手知无？苏仔，我爱你，你别管我没给钱，我是人，我是人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你没眼睛，你没眼睛，你没眼睛。